接获民众报案，就是在本辖建行二街有一位民众倒卧在家门口，他的分所接获案件之后立即到场，是发现是一位黄姓民众倒卧在住家前面，他到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经初步了解我们有会同那个建设及台电，然后黄姓死者的话初步疑似是他在家就是在使用那个电焊器的时候不小心触电，详细的死因仍待报警察官相应之后才能够厘清。